易若芬陪你看展览。那地的颜色大部分都是褐色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两件颜色比较特别，右边这一件红色，左边这一件是蓝色，这也是在印尼的锦鲤纹的作品。你可以看到这上面还带有一些看起来像是花纹，其实又是文字，比如说这一件，这个是双头剑，或者是双刃刀，这上面有《古兰经》的经文，以及是狮子的模样，狮子代表的是阿里这一位先知。右边这一件可能是用来包裹古兰经的布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上面还有数字符号呢。